各位，这是我们国民党在野之后深具教训，大家团结在一起。今天不管你是深蓝，你是浅蓝，你是自治蓝，你是战斗蓝，不管你是什么蓝，今天都是中华民国蓝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中华民国1月13号一定要团结在一起，要让所有在野的力量，所有热爱中华民国的朋友，每一张选票集中支持3号何康杯，好不好？社会好朋友，这是相关键的时阵，咱对陈伟离世到今仔日差不多一个月，这一个月以来，咱第八局战甲非常的好，我们从落后已经走到今天打平，最后的第九局就从今天凯道开始。未来我们在各县市共有12场造势活动，我们要翻转台湾。让所有的民众团结在一起，好吗？各位，每一位都是关键的力量，最后的第九局，每一票都不能少，每一票都不能少。大家只要坚定到最后一分钟、最后一秒钟，1月13号就是胜利成功，台湾平安。因为我们政党轮替，让大家有最好康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各位，这一次我们除了侯康沛是最强的投手、最强的捕手，我们全国不分区有韩国瑜、有柯志恩、有谢龙介，有所有专业的团队共同来打拼，是有史以来最强的、最专业、最有代表性的名单。要拜托大家，让我们幸福久久，团结支持我们中国国民党，好不好？各位，除了我们的政党票，我们各地的区域立委都是非常关键，只要我们团结努力，一定能够国会过半。各位，我们最后的一里路，最后的第九局，要靠所有海内外的朋友，在海外的所有好朋友，最后要赶回来投票。在台北、在高雄、在各地的好朋友，一定要登记投票。各位爸爸妈妈、各位阿公阿嬷，我们自己要去投这一票。各位年轻的朋友，一定要出来投。只要我们愿意出来投，我们共同争取每一票。最后，会让大家见识到最团结的蓝军一定能够政党轮替，拜托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我们主席，谢谢主席，来，谢谢主席，最强总教练，不是浪得虚名，带领我们所有的不分区，所有县市长，所有议长，主席你一定要喊一下，用你的声音帮侯友宜，帮立委，帮我们的不分区国民党都要喊一下。好，来，我喊侯康沛，大家喊当选，好不好？好，侯康沛当选，侯康沛当选，侯康沛当选，侯康，侯康，侯康当选，当选，当选。好，我们不分区，请大家支持幸福长长久久，登记第九号，中国国民党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喊胜利，好不好？是，国民党胜利，国民党胜利，国民党胜利，国民党，国民党，国民党胜利，胜利，胜利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朱主席。各位好朋友，最强总教练有说，我们有最强的先发投手，要有一个能接任何变化球的捕手。把每一个球都接起来，
但是他绝对是猛将，是大将，但他绝对会为我们中华民国任劳任怨，当总统最好的副手。过去他是金童，现在他是我们最好的副总统候选人，他是谁？赵少康。大声把他的名字喊出来，他是谁？赵少康。他是谁？赵少康。掌声欢迎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。总统候选人，还有我们各位市长、各位县长、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赵少康。加油！加油！顺。天气这么不好，看到大家在这里忍受着风雨，忍受着寒冷，我真的心里非常的感动，要再一次向大家致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加油！本来主办单位安排侯市长、我跟朱主席，我们三个人一列进来，但是到中间已经没有办法了，哇，大家热情的拥挤进来，后来我就躲在侯市长后面，我的手都快被抓断了，我刚问他说，啊，我一救的话，你要立耶，两个手被抓的，简直是啊！但是每一双抓着我们的手，我感觉得到，手是冰冷的，手是潮湿的，但是大家的心是火热的，对不对？每一双炙热的眼，代表着什么？代表大家